大家好啊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啊。咁今日想同大家重温当年今日嘅赛事，就系2007年10月1日沙田一场3班1400米，系约翰摩啊白德文合作嘅齐齐开心呢场。首先咧，白德文呢只马咧就排第五档咧，一出闸佢就顺住只马就流，咁啊喺后面啦，跟住就贴栏。跟住咧入到直路咧，就喺馬冧之中咧穩位，跟住咧就咧最後三百咧打兩三邊，跟住去到最後百五度咧先狂抽咁啊過咗偉達嗰只安田嘅。咁呢一場咧，咁你會睇到咧白德文咧個 close up 咧臨衝線咧，我有個特寫鏡頭啊，見到佢咧打邊喺最後百五米咁樣過偉達個表情咧係好慾緊嘅，咬牙切齒，即係好似唔贏唔得嘅。即係證明咧，呢場佢哋啲人心中有馬，去馬唔輸得噶。咁呢場都幾好睇嘅，又係啲教材式嘅騎法咯。咁好啦，咁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好啦，擺正。好，人員好馬亦入埋閘，尾場賽事3班1400米，隨時預備起步，預備。呀，你步嗰陣啊，應聲拿出海之日係相當之快，友誼第一亦係唔慢嘅。中間上陣嚟見到駕馭啦，大惡蘭仲有安田，最後啲惡蘭位置仲有就係風鈴道啊，然之後跟住先見到駕馭啊，大惡蘭馬埋跟嚟見到仲有叫關嶺喎，最後啲咧守住惡蘭位置係大滿馬嘅威利來啊，個零馬位之後跟住再來旺財，然之後齊齊開心。咁最後少少跟住先見到機緣熱焰啦，然之後先就一切順利啊，太保馬包曬尾嗰只咧就愛心大使。咁佢離頭馬而家約莫係9個馬位嘅，轉緊銀禧灣前邊放頭，見到友誼第一放出頭過嚟馬位之先領先叫關領守住個第二嘅，第三位外邊嗰就係風鈴道，然之後就係安田嘅兩個馬位之後，跟住就威利來外邊就係海之日啦，海之日再後少少跟住先見到齊齊開心啦，然之後跟住先見到再來旺財啊，咁再後啲跟住就係駕馭啊，咁駕馭再後少少跟住先見到其他人員好馬，一切順利嘅機緣熱焰愛心大使啊嗰啲馬嘅。最後直落約莫，仲有呢個300多米左右，前面第一隻突出嚟啲友誼第一突出嚟開上嚟追佢，而家見到安田啊，後面等開上嚟見到就威利來，但係咗中途而家先見到仲有海之日啊，中間仲有齊齊開心啊嘛，前面安田啊第一隻突出嚟啊，齊齊開心上嚟同佢鬥，後面上嚟而家見到海之日，中間先就係威利來嗰啲馬，齊齊開心啊鬥緊呢個安田，白德文齊齊開心已經壓住只安田外面上嚟，而家先見到威利來啫，齊齊開心跑第一安田跑第二跑第三名威利來跑第四名海之日噶 win 啦，齊齊真係扭命就 D 啊！佢根本氣量多過你哋啊嘛！安田都係第一次跑1400，臨場落好多飛，落到5倍，逆勢就齊齊開心有60多元。阿摩真係整個貓啊！正一號都臨尾落飛啊，失手落到50多咯，好 win 計，可能冇50多元添。50啊？係啊，係扭命少少啦，扭命少少都好啦。啊，賽三個第二。其實威利來都算叻㗎啦，佢兜完出去仲保得住個第三。係啊係啊。阿賽三個第二，贏咗馬咬咗。好兄弟啊，60多元真係。813。呢匹馬好高㗎。阿摩媽寶喎係咪？係啊。勁闖齊齊開心。哇！係咬實牙根嘅喎，白不文。邊度仲有大家平安勝利鑽石啲馬喺度啊？佢可以同嗰堆馬跑，好好黑嘅佢真係見馬追馬。813號其實都即一號都算唔錯嘅，即以佢嚇以一身真情啊，攞個位都幾暢順。所以啲信心飛嚟啊，落到50多元唔係一般咁飛。即係佢讓緊你11磅啊嘛，你冇錯啦。亦都就係賽前講，除咗讓磅就係佢嗰個。氣量的經驗，你而家就係末段鬥咬落去就爭啲啦，算幾好噶啦！只一阿蔡今日3個第二，手風啊唔係好順，咁啊終於都斷攬啦！李蔡反而阿摩就起碼白德文咧都有接風馬啦，一嚟就贏翻場。接風馬呢啲都好舊式，洗塵咁應該點講咧？誒，講接風馬嘅話，洗塵洗塵仲舊仲舊。哇！邊有塵嘅咧？其實以前搭船就易有塵啫，而家搭飛機好少塵啊嘛。就 welcome 啦咁樣。以前啊嘛，或者行搭馬車嗬，風塵仆仆。預期大賽第十場第一名8號齊齊開心，獨贏派63.5元，位置派15.5元。第二名1號安田，位置派15元。第三名3號威利來，位置派12元。第四名7號海之日。
連贏派117元，單貼派94元，三重彩派876元。不過嚇，有排進步啊！呢只齊齊開心，安田都好嘢噶，唔俾你拋甩噶。同埋個位置都攝得好好噶，跑得呢場呢場馬偉達就跑得幾有成。因為最後幾步咧，阿伯德文咧諗住收邊啦，諗住壓到啊，點知安田咧其實有少少追翻前噶嚇。啊，唉，貪過老師。啊、真的你越講越有啲似喎。我想 Tom Cruise 咧老啲都係咁嘅樣。Tom Cruise 而家肥咗啦，同你都係差唔多樣啦。大家都有眼耳口鼻啊。哇！我想我老咗咁嘅樣都好喎、啊。你好樣啲添啊！你而家都咁好樣啦。威利來，如果諗翻下佢上季咧第一場，其實佢都係跑第三，好似唔～